前面有块牌子了，这个九十八寸，这个九十八寸以前没有公路，有九个弯，有十八个岔。在民国几年的时候呢，这个茶商，他为了抗日就把这个茶园留着改。另外一个户主，投地契约在呢，这个人现在还在。这公路是2014年、2015年连修的公路，以前不可能，这都不通车的。就两公里，全部都是茶园。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过来的这一片呢，基本上全说都还是原来的老茶园，都是老茶。哎呦，挺高啊，它是1米8，你看看我们这个茶树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它的身高，有大概70公分左右。第二呢是那个古茶树，将近500年的茶树，这高嘛，而且来寻茶，高处的茶也比下面的茶贵，那茶质要好。那么为了以假乱真，经常在上面专门放了一个印呢，过好秤，打好包，盖了这个印上去，是由某某脚夫送到某某茶行，这多少斤都写得清清楚楚，打了个横条呢，盖了这个印。第四个文化就是上教科书啊，79年征南五省的这个教科书，制茶学里面，黑茶化为小叶的包子园，自江南沿线啊，品质这一高价区马家区为最好。